娱乐焦点来看到，电音女神谢金燕暌违六年回到高雄巨蛋开唱，以火辣女战士的造型开唱，性感指数破表。而特别的是，这回谢金燕还把马桶道具搬上了舞台，甚至邀请粉丝上台蹲马桶跟她一起合唱，画面相当的逗趣。在演唱会当中，谢金燕还一度哽咽，因为受到疫情的影响，演唱会延期了一年，好不容易重新站上了舞台，让她格外感动。都傻宝爱情机关机关是天脸容宝心情如来如来如来心马眼刚马话我轻轻嘎回合理我心马挂定地的挂公家身穿火红亮片紧身服搭配披风，火辣的姐姐谢金燕以轻歌热舞嗨翻全场。只想和你和你为爱共有彼爱，只想和你和你多情的世界，你下掉你的代志再回点温馨皮球演出时体态完美，谢金燕特地提前闭关训练一个月，瘦了两公斤，甚至还把马桶道具搬上台，揪粉丝蹲马桶一起合唱。我怕是你对阮的爱那变质，流汗是心碎。逗趣画面让台下歌迷笑成一团，只是谢金燕唱着唱着，却一度感动哽咽，差点唱不下去。清楚的日记，写给我家己。啊，我快哭了，这个疫情真的等太久了。哦，第一次看到我的请举手。原来是因为疫情搅局，使得高雄场演唱会延期一年才举行。谢金燕以歌声回馈歌迷，让大家留下难忘回忆。记者这么报道。